好，我们请王牌先生来把这组花花要面对的这个词拿上来。忐忑不忐忑？紧张不紧张？这个过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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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分了。哇！哇！哎呀呀呀呀呀呀！漂亮！这其实挺难的，我感觉。我是完全不能动，对不对？就是脖子以下不能动。OK， 好。好，来吧。挑战开始。咣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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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咣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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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厉害厉害！哐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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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呕了又呕了，好，好厉害了！哐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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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枪。贾玲演的是一个狼上天了。老师省略了好多环节。可以再来一遍吗，老师？吐了吗？生病了吗？是特别难受是吗？小童，我们往前来啊，不许再有任何眼神交流了。这是什么？我觉得唐老师像对方派来的间谍一样。所以你最后的答案是？吐了，我生病了，哎，腹泻，上吐下泻。那么多答案呢，这人病得不轻啊。过山车。唐老师你知道是过山车？原来唐老师知道啊。我知道吗，过山车吗？没说这样晃吗？晃到最后吐了吗？老师晃的这个过程有点太短了。不，你们是什么样子的呢？你让花花演一下。哐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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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荡，这怎么的了？这能看出来吗？这个能不能看出来？这能看出来，和唐老师演的没什么差别吧？我少了光荡光荡了，我只是跟你晃，晃到最后不行了呕吐，这个其实也正常。人唐老师就是上去就吐了，对，我上去就吐了。好了，这个拟音的环节我们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开始进入下一部分的传声筒，来两队互换位置。我还在吗？唐老师你还在，唐老师您别想下来了。霍霍完我们队你想走。老师你要换位置吗？还是无所谓，
反正我如果这儿错了，就是基本上就错了。我第一个，哎，好。哇，厉害了，唐老师站第一个啊！哎，唐老师第一个，这太照顾我们了吧？那真的，我已经充满了信心了。我很抱歉，由于我的失误造成了你们的失败。没有，挺好的。唐老师，这样好不好？我们这一次给您一个挽救的机会。你们组因为少一个人啊，我现场啊找观众上来直接搭到你们的队伍当中，好不好？掌声欢迎参加这一轮游戏的观众朋友。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 vivo 王牌对王牌，介绍一下自己。你好，我姓张。嗯，期待您有特别精彩的表现，加油！谢谢。来。这轮呢，我们将面对的是台词传声筒。哦，台词啊，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这是一个考记忆力的。唐老师，您将面对的片段，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卖的也得问个价儿。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哼！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什么？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你是干什么的？你看呢？啊！你是八路。哇，好长啊！第一轮台词传声筒挑战开始，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啊？拿起来就吃。哎，你这瓜不是卖的吗？这语速念都念不过。好大的风啊！师傅上哪去了？师傅上疯了！师傅上哪去了？卖的也得问个价。哎，别说吃那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什么？你没听人说吗？还有啊，好多啊！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你是干什么的？还有啊，你看呢？嗯，你是八路，算你说对了。不许动，举起手来，八爷饶命。这是论文啊，这么长啊！好，下一轮传递开始。第一句是什么来着？唐老师不能提醒了。娜娜已经摘了耳机了。波哥，你这是什么东西啊？不是，你怎么拿起来就吃啊？你不是卖西瓜的吗？卖西瓜你也得闻个价啊。老子进城里边下馆子都不问价，别说你几个烂西瓜。你是干什么的？第一句是什么？对不对啊？第一句的来自，哎，第一个是什么呀？第一个我记性不好。第一句是你怎么拿起来就吃？你怎么拿起来就吃？然后你不是卖西瓜的吗？卖你也得问个价啊！老子在城里边吃馆子都不问价，别说你几个烂西瓜了。你怎么拿起来就吃啊？你不是卖西瓜的吗？你卖西瓜给你问个价呀？我记性不好。卖西瓜也问个价，我到城里吃馆子里吃都不问价的。好，我看过这个。我看过这个。哇！呀！哇！哎，
你怎么拿起来就吃啊？我别说是你几个烂西瓜，我去村里馆子里都不用花钱，给自己留条后路吧。什么意思啊？别看今天闹得欢，流水明天拉清单，到底什么人呢、啊、我就是这个八路。你瞧瞧，让小杨捋捋看他能。哇、哦、这蛮难哎、啊、这我试试啊。你试试。瞅啥呢你啊、干啥玩意儿呢啊，瞅你咋的，干嘛拿起来就吃，偷吃我的西瓜啊，没见过西瓜吃西瓜。没见过西瓜吃西瓜。反正差不多，没见过西瓜吃西瓜。我告诉你，我大爷我到城里下馆子都不要钱，怎么地你谁呀、啊、你。你今天别在这给我闹得欢，我明天给你拉清单。我明天给你拉清单。我八路。有很多的关键词都已经提到了，十五段词儿一共对了四段，太很厉害，很厉害，可以了，可以。来，我们交换一下位置，还行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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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有四个人是吧？贾玲第一个，我第二个。我感觉我都过不去腾哥那一关。老周呢？我就是他，不是老周，我当然知道他不是老周，他就是老周。你是谁？你管我是谁？你谁呀、啊？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管你是谁呀、啊？他谁呀、啊？他就是老周。哎，他不是老周。哎呀，他都说他就是老周，这不是我找的那个老周。那你找哪个老周？你管我找那个老周啊？你猪脑子，你看不出这有问题吗？我早看出来有问题了。绕口令。麻烦的是腾哥。挑战开始。老周呢？老周呢？我就是他，不是老周，我当然知道他不是老周，他就是老周。你是谁呀？你管我是谁呀？他就是老周，他不是老周，他都说他就是老周了。记住了吗？老周呢？我就是他，不是老周。你看这猪脑子，想自己。老周呢？老周呢？他不是老周。我当然知道，我当然知道他不是老周。我那老周呢？你猪脑子？那老真的真的那个真正的老周去哪儿了？你就那老周呢？我哪知道真正老周去哪儿了？你就记住我五句就行，他们就对了四句，你就记住我五句。来了，老弟。老弟。老周呢？老周呢？老周呢？我哪知道老周呢？我哪知道老周呢？那老周呢？那老周呢？老周在家呢。我老周老，你猪脑子，你猪脑子。老周呢？老周呢？老周煮粥去了。老周是谁啊？老周是谁啊？老周是谁呀、啊？我哪知道老周是谁？好，最后一个环节。老周呢？我哪知道老周呢？你是猪脑子呀、啊？老周呢？我哪知道老周呢？你是猪脑子呀、啊？老周呢？没了。老弟，就这两句。就这两句啊？就这两句呢？好，来，小童，往前一点啊。老周呢？老周呢？我哪知道老周呢？你是猪脑子呀？你再发挥发挥啊，自己可以发挥发挥。老周呢？哎呀妈，老周哪去了？我哪知道呀？这是发生在东北人之间的对话。你们给出的答案里面对的两句。哎，但是我问一下，我们对了多少个字儿？老周呢？加起来也就仨字儿。老周是反复的好吗？这当时要知道可以把词儿简化的这么少的话，你知道我们也很快就过了。老周呢？我哪知道老周呢？好，来交换一下位置。加油。
我还得上吗？对，还得上。请您过来看一下，您要面对这个片段和台词啊，来。永生同志啊，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前几天我们老周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在秀女村找到了你的妹妹。我妹妹？嗯，赵小花。哪个小花？哼，怎么你还有几个赵小花啊？赵医生同志，赵医生同志，快来来来，他来了他来了。小花，小花，妹妹，小花，你不认得我了？哎呀，他是送你来的游击队员呢。赵医生同志，赵医生同志，来来来，他来了。同志，前几天有个电话说在你们村找到了你妹妹小花。小花？小花？哪个小花？还能有哪个小花？你妹妹小花呀？小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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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得我了？小花，小花，我是你哥哥，你不认得我了？小花，嘿，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老师，我听说前几天在一个邻村发现了你妹妹。前几天有个电话说在你们村找到了你妹妹。在一个邻村发现了你妹妹。找到了你妹妹小花。小花？哪个小花？我妹妹。是啊，赵小花。还能有哪个小花？你妹妹小花呀？赵小花？这是我妹妹吗？是我妹妹赵小花吗？老师。是啊。哎，老师第一句什么？就是，请最后传递。我好像昨天在邻村发现了你妹妹。我妹妹？我妹妹是谁？我妹妹是赵小花啊。赵小花你不认识吗？什么小花？赵小花。那个小花是我妹妹吗？是你妹妹啊，应该是你妹吧。第一句，第一句。我在邻村发现了你妹妹。啊。博哥，这是不是时间有点短呢？是有点短。何止有点短？台词是什么？我在邻村发现了你妹妹。嗯。等等，我想想，肯定还能再补到出来一句。现编的呀。我在邻村看见你妹妹了。你看见我妹妹？哪个妹妹？你还有哪个妹妹？赵小花啊。真的？啊。你看，你看，按照逻辑推测。但是博哥啊，刚才这番有四句了吧？四句，你瞧瞧。可是我传达的太少了，我知道这个后边还有。嗯。好，花花，请看片段。啊，你到底什么人啊？这里到底有多少同伙？这里是一个人。是一个人？不是十一个，而是一个人。是一个人，说他们都藏到哪儿去了？你听错了，不是二十一个，七十一个人。七十一个人？哎，你当我傻呀？这七十一个人，这么小的地方能藏得住吗？傻瓜，你又听错了，这里就是一个人。九十一个人？二百五十一个人？二百五十一个人？方言的，你得按照这个版本来哈。要用方言演绎出来哈。OK， 可以了哈，来挑战开始。老头，你到底什么人？这里到底有多少同伙？这里是一个人。十一个人？不是十一个人，而是一个人。二十一个人？
说他们都藏哪去了？你听错了，不是二十一个人，七十一个人。七十一个人，你当我傻呀？就七十一个人，这么小的地方能藏得住吗？傻瓜，你又听错了，这里是九十一个人，九十一个人，二百五十一个人，二百五十一个人。总共几个数字啊？十一个人，二十一个人，七十一个人。哇，这个厉害了！九十一个人，二百五十一个人。十一、二十一，对，七十一、九十一、二百五十一。哇！小东得演出来啊！呀，老头，你这里多少人？到底有多少同伙？我这里一个人，十一个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人，二十一个人，不是二十一个人，其实一个人。七十一个人，你这么小地方怎么能藏这么多人？我，傻瓜，你听错了，就是一个人，九十一个人，二百五十一个人。哇，很厉害了，王涛。好，继续传递。哟，老头，你这么点地儿藏这么多人？老头，这么点地儿，这么多人，人不多呀。不是，你是记着我说的啊。哦哦，那个人不多。嗨，来，老头，你这这么点地儿藏这么多人，这么点地儿这么多人，人不多。人不多呀，我就一个人，老头就七个人。老头竖下七个口，然后呢？扒一下几个猴，就七个人，就七个人，我看不止七个人呢，九十七个人，这地儿太能藏了吧？我不能藏，我二百五十个人。到底几个人也不知道。好，最后一棒啊！老头，就我一个人，就我一个人，就我一个人。好像有七个人，好像有七个人和七个人也不知道什么关系，一个人和七个人也不知道什么关系。后来好像又听说有什么，老头树上七个猴，树上七个猴，树上有七个猴吧？七个猴，树上七个猴，七个猴。反正就是有一个老头，有一个老头，哎，就是有一个人，有一个人，一个人是不是发现那边有一棵树？那边有一棵树，树上七个猴，树上七个猴，就是一个老头和七个猴。呱呱，一个老头和七个猴，对的，对的，对的。不管怎么样，先把掌声送给这位姐姐啊！太棒了，贾玲，说说你听到的这个玄幻的故事。贾玲呢，就得到一句信息，就是一个老猴头。是葫芦娃的事吗？哎，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了。是老头爷爷啊，符合。那边有棵树。哦。树上有七个猴。自己再编点吧。最后答案有了没有？确定没有？老头，你快看那边树上有七个猴。为什么树上骑了七个猴呢？打一枪还剩一个猴。你看，你们猜老头跟猴是什么关系？你这跟博哥学的吧，现编。对啊，万一蒙对了呢？编不出来了吧？差不多了哈，差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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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最后这道题他们一共就对俩字儿，老头儿。现在王牌家族队呢落后的有一些明显啊，我们再给王牌家族队啊一个机会。螃蟹一样，大八个呀，像头仙界这么大的个儿呀，像玉器一样，不一说呀，爬呀爬呀过沙河呀。挥舞手啊，谁先喝呀？干来了啊！
都有意思。这得演出来吧，这个得带着那个劲儿啊。来吧，可以了哈，来挑战开始。这得演出来吧，演出来吧，这个彭雪一，彭雪一抓八个两头劲劲这么大个啊，眼一挤脖一缩呀，爬呀爬呀过沙河呀，哥俩好啊，谁先喝呀，八匹马呀谁先喝呀，六六六啊谁先喝呀，八匹马呀谁先喝呀，八匹马呀谁先喝呀，四七彩呀谁先喝呀，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挥手舞啊，八匹马呀谁先喝呀，咱来聊啊。开头是什么？开头是什么？爬呀爬呀，过沙河，过沙河，加油！看花花的了啊！花花花花，螃蟹一呀、啊！螃蟹一呀、啊！八爪二。八爪二、嗯、什么你就推给摁回去了螃蟹螃蟹一啊，什么什么二啊，八爪二啊，八爪二啊，眼一挤啊，脖一缩呀，脖一缩呀、啊、六六六啊，啊，六六六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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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六六，马回首啊，马五回首吧，谁先喝呀？谁先喝呀？你先喝呀，我先喝啊，六六六啊，八八大，划拳，这个划拳我不太会。好，请向后传递。螃蟹一，你先喝呀，我先喝啊，六六六的，划拳。老师，您喝酒吗？不喝酒。螃蟹一呀、啊，八个爪呀、啊。不喝酒。脖一缩呀、啊，爪一伸呐、啊，五魁首啊，六六六啊。不喝酒。你喝不呀？我喝吧。嗯，不喝酒，不喝酒。螃蟹，螃蟹，螃蟹，完了，我对不起，我的错、啊，我不知道螃蟹怎么了。好，最后一包传递。老师好。美女，你会喝酒吗？这也是第一句话吗？这句没有。老师，我也不知道。喝酒的人都会这个，划拳。就什么什么六六顺啊，什么五魁首啊。哥俩好啊，五魁首啊，六六六啊。哇！哥俩。一只螃蟹，八个爪子。那么反正一个螃蟹肯定是八个腿。那么两个螃蟹嘛，你翻一倍，十六个腿。十六个腿，那如果五个螃蟹，你猜是多少？这五八四十。后面不用听了，你就听前面。没了吗，老师？没了，老师，就没了。没有，一直到八个螃蟹。好，时间到啊，小童来到前边。我觉得那个节目让我见识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小童自己发挥，自己发挥。美女，你会喝酒吗？美女，你会喝酒吗？这句赖我，这句赖我。然后划拳，划拳。哥俩好啊，五魁首啊，六六六啊，一个螃蟹几条腿啊？八条腿啊。两个螃蟹几条腿啊？十六条腿啊。三个螃蟹几条腿啊？24条腿啊。四个螃蟹几条腿啊？32条腿啊。五个螃蟹，小童，小童啊，40条腿。咱不纠结螃蟹了。我公布一下最后答案啊，这道题对三句啊。
泥巴上的酒窟窿流血啊！你这个破钉耙只能中敌中菜，竟敢跟我交手，哪里走、你打不过我，你又找帮手来了。你敢上来吗？你敢下来吗？你上来，你下来啊！有本事上来，你下来。好，最后一棒、波哥靠你了，老东西。我一耙子打死你，打你九个窟窿，没必要吧？你那东西不就是种地的吗？种地的怎么了？你上来，你上来我就下去，你下去我就上来，我打死你。你等着，我叫人去。西游记是吗？对，点赞。好，就这么着啊！来，小圆，来。老东西，什么这我就知道遇到你就会有这把啊。好，对不起啊。好，来，答案是什么？老东西，哎，你小心点，我一耙子打死你，打你九个窟窿，怎么了？你这玩意儿不就种地的吗？你敢不敢上来？你上来我就下去，你下去我就上来，别动啊，我叫人啊，我打死你。好暴力。我先帮你捋一个逻辑，什么叫做你上来我就下去，你下去我就上来，那还是没遇着。Round two， 来，请看，这个还可以吧？我要念出来吗？你不能念出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反正后面的人是都看不到。不难吧？不难啊？不难，你来。这啊！脖子一下不能动啊，只能出一些拟音的词儿。好，波哥准备就绪了啊。好，来，第一道门，开。哦，是一个骆驼。公鸡下蛋。小鸡捉米。是动物吗？侯老师，动物吗？是动物你就眨眼。不是啊。哗啦。小猪吃屎。咔。是。四个地方是吗？试试眨眼。我懂了，我懂了。哎呦喂，还可以啊！好，来第二道门。不啊！不能说话。不能说话啊，小圆儿。传的好不好？你看前面三个人有多丧，垂头丧气。所以小圆是猜出来是？我是猜出来了，但是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往下演。其实黄渤哥演的特别好，因为他首先他是用头嘛，就。我就看这有四方、然后就咵啦，我就想说，应该是这个吧，然后但是我没办法往下传，就是我，毕竟影帝在这里，我中间一个垮地，我是真没法，我弟弟，我是真没法往下传。妈呀，这咋演啊？来给大家看看。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这还真的挺难啊。好，第一轮挑战开始。死睡躺死德性看过嫌弃谄媚性感哪个？你干嘛呢哥？照镜子。这不可能猜出来。对，我觉得这太难了。第一个字，躺，困，迷糊。我靠，他那门。我没猜出来，你别催我了。道具老师，你要是为难我，我就让你看看我。
有不是我猜出一个字也行啊哥。点头干嘛呀？点亲，点亲，点亲，还点赞呢。好，下一关。我怎么演？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找是是，找是对不起。等会儿，等会儿，我没说开始，你少开始。哎，好好。开始啊。回去。第二个字儿。这叫暗送秋波。老师，对不起，真对不起。那个腾哥跟我吧，就是那个还有一个是这个。嗯。下一个传递。第一啊，你听我讲啊，就是他让我趴在这儿，待会儿你得趴在这儿，就像卧佛一样，哎，卧着地上啊，然后起来，你快快快，我回来给你一个，快点。没了吗？还有吗？没了，没了，就这三个动作，三个动作，对对对，最后一关。第一个，睡啊，睡，这是什么？站。嗯，三，这是三个。什么？睡、站、亲。刚已经有一个字是对的。时间到，来，小童往前，往前啊！我给你一个友情提示啊，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春晚上的节目的名称。啊，那这是哪年的春晚呀？这就不能再提醒了，因为每年春晚经典的节目也就那么二三十个。哎，最后一个字儿，亲，对。就亲，可以了，可以，能猜出一个字就行了。赵老师能知道这个吗？就您的判断，哪个节目？相亲。相亲。不是四个字吗？四个字。躺着相亲。懒汉相亲。1989年春晚经典节目《懒汉相亲》，宋丹丹的，不错不错，对对对。赵老师，你不在的时候，我们每次一个字都猜不出来。不是，我那个说了四个字白说了啊，就是彰显您的厉害。对，但是不算分儿。哎，但是赵老师能猜到，这是没错，观众想不到。对，这个太难了。我看你们组要没有赵老师，绝对垮台。对，太难了。好，来，麻花队，请派人。请王牌先生拿上你们要面对的词。这还可以，这跟我还有关系的这个。女神和女汉子，我和男友去吃饭，他喂我都害羞了。我和男友去吃饭，还没喂呢，我吃完了。女神和女汉子，你那份还吃得了吗？这个我就可以猜出来了。对，这个没事，这个会卡在倪萍老师那儿。好，挑战开始。睡过去了啊。吓我一跳。一愣。秀发。哥几个字啊？哥，五个字。五个字儿，字儿都错了。秀秀发走，
他。Tom and Jerry。壮壮哥，健健壮，男人威武，惊吓，壮，美美。算了哥，我自己来。抓紧时间，好吧，大哥。四个字啊，没一个识数的。我也不知道，我就做，你就猜。妩媚。我不知。第二个字。走。走肉。行尸走肉。行尸走肉。怎么再来？好，什么鬼呀？我就是重复。加班。哦，型男。行尸走肉。啊！太厉害了，你们对，猜对了。哦，女行尸走肉，女行尸走肉。啊！神经病狂舞。最后一棒，那大老师能猜对？大老师啊，那啥呀，大张伟，你说，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发财了，呀呀。走在走进新时代。走进新时代。火辣的眼睛会说话，哎，火辣辣的小样招人疼。我把青春献给你。几个字儿一共？五个字儿啊。第一个字儿洗，第二个字儿走，第三个字儿快走，第四个字儿乐。完了，这叫完了、啊，大老师、啊，大老师，哎，答案是什么呀？我肯定知道，当然，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儿、哎。然后，因为我没有看明白，一共五个字儿。首先呢，我想问一下全场所有观众，几个字儿？六个字儿吗？女神和女汉子。六个，妈，这太不识数了。这么多，你们干嘛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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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没干嘛，我只是想拓展一下空间。你拓展空间，砸我们家墙干嘛呢？大哥，那不是你家里屋啊？那是我家里屋啊！咋过界了他？大嫂、我本来不想过界，只是想套一个壁橱。你套壁橱啊？我们家壁橱刚做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腿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呐可就破了相了，知道吗？啊，关键倒口是我弱项啊！我郑重地告诉你，从今以后别把我当成姐们儿，我是大老爷们儿。准备好了吗？好，好嘞，开始。你们干嘛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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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没干嘛，我只想拓展一下空间。你拓展空间
砸我们家墙干嘛呢？干嘛呢？大哥，那不是你家里屋啊，那是我家里屋。哎，倒晕了，倒晕了。不是字儿还不认识是吧？哎，怪不得要走偶像路线。砸过界了。大嫂，我本来不想过界，只是想掏一个壁橱。你掏壁橱啊？那我们家壁橱刚做好，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锤抡过来，幸亏我多得急啊，要不然我这个脸可就破相了。开始，两个人啊，来来，你们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晚了，没，大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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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起得太早了吧？沙溢哥就记到这儿。大嫂，我没干嘛啊，你没干嘛，你干嘛呢？确实就会这一句啊，张姐。大嫂，大嫂，我就想砸个壁橱。砸壁橱，你砸我们家干嘛呀？我这正扫灰呢。这好嘛，一个大锤砸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啊，要不我这脸呀、就破了相了。破了相啊，看过。我正扫灰呢。啊，行行好，砸个壁橱。行，我这还带偷一句的啊。三。好，这个特别经典。我就问你们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大嫂，我们没干嘛，我们就是砸个壁橱。你砸你们家壁橱，砸我们家干嘛？这一大锤抡过来，我这正操会呢，好嘛，这一下我差点没破了相了。Cool。哦。行吧，大哥，走了。麻烦你了。小品，砸墙。对对，天津话啊，干嘛呢？干嘛呢？干嘛的？干嘛的？对，就这意思。漂亮啊！好，最后一棒。啊，大老师，来。天津话。然后呢？干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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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墙都打通了。你把墙都打通了。把水管子都砸破了。把水管子这个。水管子都砸破了，都差点滋我一身。您这哪儿天津话呀？啊，然后呢？然后呢？天津普通话。就完了，好像就算完了。下面我记不住了。你这是干嘛呢？干嘛呢？你把水管子都给砸破了，就完了，就完了吗？对对，后边的好像。你再想想，再想想，你再想想。水管子砸破了之后呢？水管砸破之后赔不赔钱呀、赔钱好像没说。民事纠纷。赔钱没说、好了，时间到了。哎，就这样呗，就这样呗。对，你这干嘛的？干嘛的？你把我们家水管子砸破了啊、你这爱钱道的，就是这样，就没了啊、没了呗，编不出来更多了。我还要自个儿编，对不对？你也编不出来了。我编得出来啊。你要让大老师给你脑补，大老师可以现场给你写一个小品。对啊，这题整段对一句。哦，知道是哪个小品了吗？哦，哎呦喂，真不知道。哎，大哥的演绎、这没人能知道啊。是什么呀？没人能知道。来来来来来，艾伦，你来一个。你们干嘛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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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没干嘛，我就想拓展一下空间。你拓展空间，把我们砸墙干嘛？大哥，那不是你家里屋啊，那是我家里屋，砸过界了。大嫂，我本来……艾伦可能是有个字儿不认识。我的妈呀，腾哥，我在底下看，我才发现，我平时跟小童站在一起的时候，腿得显得多短呢、小童这腿，说实话，也就我站旁边拼一拼。啥？你别提裤子了，你勒着了呢。咋了？说腿的事儿。他不太那个。哎，哥真是奇怪，你腿跟小童就是差不多。这上身高了那么大截儿了，上身长。知道我要说什么？
上下一班长，腾哥真厉害。啊，腾哥过来看一下片段啊，对着片段演啊，带着情绪。片段走起。夫、哦，我刚掉海里了，然后你打鱼，你救了我，姐要请你吃饭。对了，我叫小庄，你叫什么？啊，就哥哥了。嗯、啊。巴拉哥贝杜了，格拉哥扎，格鲁特贝贝巴比波里拉布拉卡。拉布拉卡。可以了吗 ？OK， 明白了。第一棒完全无压力，对不对？重点是演绎出那种神情和状态以及交流感。传递。开始，问吧。两个人。嗯、啊。坐。坐。我刚才掉海里了，你打鱼，你救了我。姐要请你吃饭。对了，我叫小庄，你叫什么？嗯。坐坐坐坐坐什么玩意儿？拉布拉卡，你叫拉布拉卡？一女的，一男的，拉布拉卡。他把词儿都。坐坐坐啊！我刚才掉海里了，掉海里。然后你打鱼，你救了我。对了，我叫小庄，小庄。老师，嗯，开始了，两个人。二哦。坐。坐，你刚才打鱼，你救了我，姐请你吃饭。我叫小庄，你叫什么？你叫什么？哇，好棒！啊，你叫拉布拉卡，你叫拉布拉卡。哇，全对。你坐，我是小张。我是小张。阿布拉布兰卡是吧？哎，我是阿布拉卡布拉卡，我是阿布拉卡布拉卡，阿布拉布兰卡是吧？阿布拉布兰卡我不知道是什么，阿布兰卡，阿布兰卡，四句。小张，请你坐。阿布拉布兰卡姐，请你吃饭。阿布拉布兰卡姐，请你吃饭。小张，我是小张，我是小张。好，时间到。来，花花到前面来，记住了多少句？演出来啊，带着那种状态、情境、人物关系。哎，我本来记得你，一跟我讲那么多话，我又忘记了。哎，来，你坐。我是小张。小张。姐，请你吃饭。我是张姐吧？张姐，请你吃饭。张姐，请你吃饭。那就是你坐。姐，我是小张，姐，请你吃饭。哎呀，姐，我不坐，不好意思。然后我就说，哎呀，没事，来姐家里随意了。花花经历了些什么？那么想去姐姐家里坐呀？最终对了两句。啊，来，很好啊。完全演绎了另一个故事。接下来这组我们派四位啊，我们也把参与这轮互动的朋友请到台上来，欢迎他。哇，好可爱！来，我们请王牌女郎把长远要读的这段词儿拿过来，麻烦您了。进入角色当中啊，首先这是一个群戏，好嘞，来，传递开始。进入角色当中，哎呦我，来吧。干嘛打打架？悠然吗？什么？我是来打猎的。悠然吗？我是来打猎的啊。你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都给我滚出来！出去！来者何人？长安于百米。哎呀，白眉大侠，久仰。前辈，在下吕倾城。几个人这是？
请赐教。来者何人？你是不是来打架的？然后说，大哥你是谁？我是白眉大侠。说，白眉大侠，您来这儿干嘛了？我来这儿给你打猎来了。然后咱们两个人能够在一起，永远的相随。小朋友你好啊。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古书涵。古传？古书涵。古书涵啊，真棒这名字哈。你们俩是时间有限啊，很开心啊。我知道了，你是来干嘛的？是来干嘛的？你是来打猎的吧？你是来打猎的吧？那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这里东西很多，你使劲打。这里猪很多，你实打。咱们俩会快快乐乐的。后面还是什么？我是于白眉。我是于白眉。我是于白眉。我错了。哎呀，我没给孩子说清楚。好，最后一棒。我们来这里打猎吧。这里猪很多，用什么石头打？然后什么什么棋？我是于白眉。于白眉。齐白石什么？挺有文化。这完了啊，妹妹。哎，听听玛丽最终得到了怎样的台词记忆？眩晕。咱们打猎吧，那个猪挺好吃的。把猪宰了，让张姐包饺子。张姐请你吃饭，有饺子，有什么你吃什么吗？猪，棋牌室。棋牌室。棋牌室。棋牌室遇见张姐，遇见张姐之后包饺子。遇见张姐在那儿打麻将包饺子。张姐招谁惹谁了？一共对了两个字。好，来互换一下。来，好啊，我们边看片段边顺这个词儿，好不好？嗯，来播放片段。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那还要准备？那不就伸手就来呀？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谷秀，春打六九头。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我看过这个。看过啊。看过这个。对，得有爆发力啊。传递开始。那这么久，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那还要准备？那不伸手就来呀？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谷秀，哦哦哦哦，春打六九头。这有点复杂的这个歌。嘿，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月啊啊，六月六啊，六月六啊，再来一次。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你不用来事儿了，你从头再来一次吧。现在请您把哈哈哈哈哈！哦，耶，沈腾，哎，过年好哈！过年好。这个，你把你会的那个评剧再拿出来吧。好好准备一下。我这唱这么多年了，我还有什么准备的？我随便我唱，我就是老腔老调的。
春是六月六，春打六九头，什么什么的，这个。那你来点劲爆点的吧，啊，劲爆点的，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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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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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演的吗？啊，这全是词儿吗？传的不是挺准确、啊？好了，阿姨在埋怨上家啊。什么？阿姨还有啥？还有啥？还有啥？六月六啊，六零六，六月六，六零六。真的吗？真的真的，快最后一棒。听好了，六月六啊，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啊，传的不是很准确啊，传的不是很准确。什么东西？传的不是很准确。六月六啊，六月六，有一首歌是谁唱过的？就六月六。你好 ，I know I know。阿姨厉害，阿姨厉害，阿姨没毛病，重点是上一棒的问题可能。这个撞到我的枪口上了，我知道这个是真的吗？如此包装里的，哎，可以啊。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我看古秀，我春打六九头，这么包装我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得跟不上六。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我觉得赵丽蓉老师还有个这个贵受，你就觉得是纯一首歌，你觉得是传了一整首歌？怎么了？我自作聪明吗？你没，那倒没有，你是画蛇添足了，你就演了个应该演的片段的一个尾巴，之后你就往后演去了。腾哥，你们演的可就只有六月。我跟你说，你埋怨腾哥是有道理的，他连六月六都没传对，他传的是六六六。我对了很多嘛，是吧？对了两句，但总体不错，他们就对俩字儿，刚才那个，对吧？对了，可以可以可以。最后的成绩，获胜的是王牌家族队。耶、yeah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个拟声该怎么拟？然后给观众们展示一下啊。哈哈哈，这不好不好拟，这个这真不好拟，不好拟，只有肩部以上部位可以动。啊，肩部以上。对呀、啊。那第一个字我怎么？那看你的了。那我放肩部以上。不行不行不行。相信沈腾，他有办法的，他肯定弄得乱七八糟的。好，第一题挑战开始。林姐。嗯。挺嗨了。鬼才，鬼才！这里怎么还有接吻的事儿啊？苍蝇，对，苍蝇，一万多只蚊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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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什么呀这是？
得给花花造成多大的困扰，哎呀，头一个就这样了。太好了，我演的就是鸡皮疙瘩。加油，应该很好理解吧。他就没了。这还不明白吗？这题他们能猜，就是我一年不吃饭。太无助了，这个太无助了，太无助了，这他喜欢，对。哎，一会儿我对花花这样做，你们不要杀了我好吗？再来一遍。好，没了，最后一棒。蚊子。最后一棒。怎么，这个笑容有点意思。他过瘾来了。我年纪也不小了，我真的是我的。你为什么要把这个脱下来？亲哥。我还没演呢。你后面肯定是花花的粉丝，后面那人不让我演。我帮你怼着。我还没演呢。这样的，得罪了，咱俩在一个档里演。事情是这样，小童给我演的是这样。下一个，我不会碰到你啊。这是一个怪阿姨。什么怪阿姨？这是最后我也不知道是叮了一下还是亲了一下，反正就是。看着花花迷茫的眼神，我就很放心这道题的答案。来，跑出来，不可以和其他队友有眼神的交流啊，目视前方。交流也没用，我们也不知道在干嘛。花花醒醒啊！我在，我有点恍惚，突然被一个，你看到了什么？我本来猜的是那个闻香识女人。哇哇、啊，很接近了哟。很接近了。我免费提供一个参考，四个字行不行？四个字，哎，谁也猜不出来，真的。蜂拥而上，接近。懂我。他是这样啊，这四个字，第一个字最难演，我只能用我的头。这个字能明白吗？跳，头球必进。行，那往下走。这字难。对，第二个字儿，其实是我给你可以提示一下了。好，刚猜不出来了。咔嗒，咔嗒，咔嗒。嗯。这里哪有咔嗒的事儿啊？江江，第二个字是。对。马。第三个字啊。哇。你这越支越远了，花花现在懵了。这样，腾哥，我们就照花花最后一个答案，叫什么来着？啊、叫什么？风什么来着？风马不香牛。我的天哪！对，风四个字。对。你看沈腾的手。马蜂。马蜂。第四个字是。我看吧。哦，沈腾，你在干嘛？你就直接告诉他就完了。啊，太难了，真的，我真的猜不出来。铜马蜂窝。
啊，所以这道题呢不能算对，第一张垮掉了。我记得腾哥对于这种拟声是很有把握的，应该。我当然会很多了，但蜜蜂跟苍蝇、蚊子很难细分。我们拍那个电影嘛，我们经费有限嘛啊。哎呦，旁边没有真车啊，演员需要这个有外界给他助一下兴的话，都是我拿嘴办。口技啊，口技。我要是那演员，我就不演了。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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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就那演员情绪一下就上来了，对，血压都上来了。两队来，换一下位置来。OK， 来来来来，该你们上去捅马蜂窝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上的是百合队啊，因为百合队少一个人，所以我给你们请来了一个特别得力的助阵嘉宾，让我们掌声欢迎杨迪。大家好，欢迎杨迪，今天给百合来助阵，有没有信心？有信心，因为之前那个百合姐最早录王牌的时候我就来录过，所以算是间接的一个朋友，所以这次有信心，可以好好录一下。好了，现在百合队其他成员呢已经就位了，杨迪也去到自己的位置上。好，这队准备就绪了，我们来看一下这队要面对的拟声题是什么。来，继续请上王牌先生。哎呦我去，不比你们容易啊。哦，哇，好演太多了。就是可以说几个字吗？几个字你也只能用脖子以上部位比划。我这不是，我是说话吗？这个还用说话？潘哥这么简单？这个再演不明白，潘哥，我没问题，我演的您施加压力啊，我演的肯定对，关键他们几个，关键我不知道情商咋样。好，拟声题，潘老师准备好了吗？等一下啊，等一下，行，好，挑战开始。冷，不懂，哇哇哇哇呜呜呜呜呜哇咚咚哇哇哇哇了个去，牛，我知道了啊，啊哈，哇哇哇！什么？茫然了。小杨，你演的那种僵尸的感觉。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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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反了头，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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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是冷吗？跟冷热没有关系。是冷是冷，哎，你就告诉他是冷。你自己感受，自己感受。好，答题时间到，赖白鹤，咱们到前面来啊。植物大战僵尸，几个字嘛？两个字。嗯，打冷。打斗。打狗。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不，这不是在打斗吗？接近，接近。他把后边。哇！哎哎哎哎，没完了，肖阳，你刚才这个了，你刚才。你光记住我这个了，你。
一开始不是这样吗？然后对，不能再演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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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帅了！我们不要脸，你们也跟我们学啊！你们刚刚都让第一个人又演了一遍，还夸张夸张的，还学那个。马上他都要把题那个答案演出来了。干脆我卖个人情，我告诉你们，呛死就俩字。你让潘老师演一个，我演的比较准确一点。他们的演到麒麟那就走样了，知道吗？啊。就，哇、哦、呀，哇、哦，古董，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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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哇，你看，哦，不是，泡澡，这个不是，太冷了，然后跳到热水里面，温泉，呛死，真的是呛死，冬泳吗？啊。竟然给蒙上了，说对了，说对了，耶、yeah, ，说的赢了，赢了。他们都很无奈，在那坐着。哎，你是看我们这一队好欺负是吗？那你们是真没见过他的武士道啊！我说，呀，你上去，你过来，你跟他们闹。我上去干嘛？我这体力。你别，你个太跟个老头似的，他们欺负我，太过分了。我做队长的时候一期都没输过。哟，可是你做队长的时候腿骨折了呀。是是是，是啊，谁好意思让一个坐轮椅的人七七输？好，来，不换言为止。接下来这轮我们玩的是方言啊，只上三个人。我们三个人，好吧，听队长的。好，这轮我们会请上两位观众朋友加入到队伍当中来啊，希望是什么类型的朋友？管你呢，来，有请他们。希望是什么类型的朋友？管你呢，来，有请他们。欢迎欢迎欢迎啊！我的妈呀！捣乱的来了，这是。来来来，请到我身边来。沈涛啊，我问一下，这是哪儿的话重要吗？欢迎来到我们的 vivo 王牌对王牌，今天两位好好表现，好不好？方言题有信心没有？这都没听懂，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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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信心没有？要信。我也十分有幸啊，请到二位来来，请到各自的位置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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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直接认输吧，关键还是马里共和国这哥们儿第二趴。这还有必要戴耳机吗？意思意思。戴上耳机之后，请王牌先生拿上这道题。哦，这应该可以吧？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给你听一下这个原音重现啊。米饭、炒菜、炖菜、呛拌菜、盖帽饭，就在院里，让右一拐就是。就在院里，让右一拐就是。哦，这是东北话吗？这沈腾擅长啊，说啥都没用，是哪儿的方言重要吗？我说什么话在他那不是方言，指不定他把音传对了呢，对不对？好，来，挑战开始。哎，哥们儿，来，米饭、炒菜、炖菜、呛拌菜、盖帽饭，就在院里，往右一拐就是。就在院里，往右一拐就是。我。Happy New Year， 谢谢。这里摸一米啊，饭饭，米饭，米饭，米饭，好，炒菜，哦，真明白了，米饭炒菜，哎，米饭炒菜，好的，炖菜，炖。不是贵，是炖，不是贵菜，是在这里炖菜啊，米饭，米饭，炖饭，炖菜，
哦，炖菜，米饭，哦、炒菜，啊、哦，炖菜，炖菜，米饭，米炒菜，你就记住一个人饭，菜，对，好，菜，别闹，哎，哦，完了，蔡老师吓一跳，米饭。炖菜，为什么要跪下？跪着啥？炖菜 ，OK。对，炖菜米饭。炖菜米饭。哇！还夸人家。哇哇。对，米饭炖菜 ，OK。好，继续。哇。方言是吧？方言，您得揣摩一下这是哪儿的方言。沈腾肯定东北话呀。不一定。米饭，这东北话没什么区别。米饭，炖菜，哇，太香了。对，米饭，炖菜，大锅炖菜。你别跪下，跪下没什么关系。米饭，炖菜，米饭炖菜，这就行了。OK， 可以。OK， 自甘堕落，这有可能到我们组就变成了一句话。你们想清楚。太简单了，这回这么简单。都不敢相信，而且没有口音，发现了吗？对，方言全没了。这个怎么还要按方言说？这是方言题。米饭炖菜，就这两个词儿。我问腾哥，就这两个词儿吗？一篇儿，三元两元，不要错过，不要录。别瞎发挥行吗？不要瞎发挥，你就好好说。我想拯救一下我们这个组，没有一点斗志。答案是什么呀？米饭炖菜，怎么整？完了，爆肚。Oh, no. 比如说把辣椒油往锅里一弄，完了就挺烧心，挺冲鼻子的，那叫什么呀？辣闻。呛锅菜，呛菜，呛炒，呛翻，呛起。蒙不出来了。呛什么？你们说出来不算分，干我。呛拌菜，有什么辣？什么叫呛拌菜？我也不知道叫呛拌菜。你居然能在吃的这儿卡跟头，我真是没想到。最后判定。四个字儿，谢谢他们的参与，谢谢，辛苦了，不赖你们，我们自己人不争气。接下来呢，咱们有请百合队上场，你们面对的是一道方言题，请派三个人出战。我去，谁呀、啊？给他们找两个冰岛人，找一个冰岛的，找一个病岛的。张江老师，这么不省心呢，潘哥，这么强大，来，那行吧，想揍他揍。好，我们来欢迎加入这组的两位朋友。欢迎二位，来，我身边请。天啊，大哥，很会造势啊！这是两个造势者。大家好，好，有信心吗？今天？什么时候？好。这个问题过，好不好？哎，我好，两位请就位。Thank you。好，那接下来呢，就请第一位杨迪看一下王牌先生拿上来的这个方言词儿啊。好。我们来听一下是哪里的方言。来，大年初一节目开得好好的，
哪个背时地往老子脑壳甩瓜子壳壳和纸飞粉儿，好烦哦！好烦哦！好烦哦！这道题稳了，送分题。因为我就是四川人，大年初一节目看得好好的，哪个背时的往老子脑壳甩瓜子壳和纸飞粉，好烦哦！太简单了，直接来吧！哎呀，太简单了，来挑战开始。大年初一，但好长啊！开门。大年初一呀。在吗？在。哎，对。大年初一节目看得好好的，哪个瓜子往老子脑壳甩瓜子壳壳和纸飞飞，好烦哦，好烦哦！你来一遍。这个什么意思？完了，完了。大年初一。再说一遍。大年初一。什么意思？这个什么意思？大年初一节目看得好好的，大年初一，确实确定吗？大年初一，大年初一，我要疯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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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啊，关键四川话也不好学。对，你给我搁那儿，我也不会。大年初一，大年初一。好，时间到，去吧。大年初一，大年初一，大年初一。我只穿四个字，我不行了。我这道题稳了，送分题。潘老师，潘老师，大叔啊，大年初一，大眼追，对，大年初一，好吧，全完。大年大你追，对，大年初一，大年初一，对对对对对，大年初一完了呢，还有没？不可能就这一句吧？大年初一，不可能就这一句，大年初一完了，后边还有没？大年初一啊，还是大年初一啊？对啊。我们赢了，全对，也就四个字呗。好像方言啊，潘老师，方言。大年初一，大年初一，好像是四川方言。Oh my god！ 大年初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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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年 Happy New Year to you！ 没有那些。啊啊！干嘛？这是四川话。大年初一，四川方言。大年初一，好像是啊。干嘛？大年，大年，快点！大年初一，最后一个。大年雪天。什么？大年初一。I don't know. Christmas tree. What? Christmas? No. A dying tree. 大年初一 ，Come on！ 好，时间到。Is that right？ 哎，这个不许提示了啊！白鹤，来来来，这不能提示，我觉得是神行兼备。啊，大年初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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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年糕吧，大年初一，大年初一，大年初一，对对啊，接近了啊，最后答案告诉我吧。大年初一，秦开得胜，我编不出来了。Is that right? Is that right? 多一个字儿，比他们多一个字儿。好了，好了，白百合。可以了，在最后的一秒，你们又赢了。我不跟你一个队。想清楚啊，要不跟我一个队，你连个队都没有了。但这轮表现最棒的，肯定是我身边的这位兄弟，对不对？啊，特别棒，特别棒啊！谢谢两位的参与啊，祝你们中国年快乐啊！中国年快乐啊！这样啊，因为前面两轮腾哥这边都输了，所以咱们呢就由百合这边啊
出一道题给你们，额外给你们一个机会，看看能有什么样的表现，好不好？我们都输成这样了，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哎，腾哥可以先上，他们出题。腾哥，你在我前面啊？有信心吗？有信心。别太难了，我们都已经输成什么样了？太简单了。你们要难，可就别怪我了。哼，你给我好好演。我啪啪。他不看，记下了啊！我愣猜，愣猜，好生猜，给观众看一下，给观众看一下，这看啊，真没懂。观众都不明白什么意思。潘老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什么意思？在我们东北整个北方啊，我们小时候，包括现在，偶尔走到大街上，每当下雪的时候，路面结冰的时候，都会这么玩。俺一个柔弱的南方女子，带上声音的状态，挑战开始。小时候冬天结冰了，这儿有一个坡，走着走着你就什么玩意儿啊？我重新再来四个字，是成语吗？啊，不是，是一个东北的俗语。哎呀，第一个字，怼，打啊。第二个字，路面结冰了。打滑出溜，对，我作为一个南方人，开始传递了。好了，哎，花花危险了，花花。哎，发生在东北，然后结了好多的，河里边都冻满了硬硬的。然后滑冰，不是滑冰，东北话，第一个字是拍，不是打，对，打滑、东北话，打呲溜。四个字，打呲溜。好，时间到，打不能看了，花花。哎，这个碰上专家了啊！他知道，他东北话。四个字，打。第二个字东北话，东北话，在那个冰上面，出溜滑。最后了啊，完了就靠小头了，小头是北京人，是个东北话，第一个字打，然后呢后三个字在冰上干嘛？东北人愿意在冰上干啥？出溜。哎，四个字，那最后一个呢？最后一个字，小童给最后的答案，老家哪儿的呀？北京的。北京的也没那么冷吧？冷啊，有北京也结冰啊。答案是什么？打，出溜，滑。哎，啊，都戴上耳机，请转身。我们请王牌先生把这轮要传递的词拿上来。哇，道歉有用，还要捕头感。郭女侠经典台词，传递开始。道歉，有用的话，有。
有用用的的的话话，还要斧头干嘛？斧头，还要斧头，真吓人！斧斧头头斧头头啊，干嘛？哦。那个道歉有用的话，还要捕头干嘛？干嘛？仨字。不，仨字。道歉。嗯。道歉。好见。啊！道歉。脚垫。道歉，道歉，这太近了吧？这俩，道歉，歉，电，歉，见，歉，见，歉，道歉有用，道歉，对，道歉有，道歉有用，道歉有用的话，还要捕头干嘛？道歉，道歉有用，要警察干什么？摘耳机，腾哥，道歉，你能摘了，你摘了，道歉，道歉了，道歉有用，道歉有用，嗯，你那里面有歌吗？有歌，有歌。这都能听见，是玩大眼吧你？一个对的，一个对的。道歉有用，还要警察要是干什么？道歉有用，还要警察干什么？我听见了。道歉有用，要警察干什么？哥，我实在不太会撒谎，我也听见了。我应该怎么办？我已经调到最大声了。很好，真的是最大声。没关系，你们就答吧。哎呀，贾玲太可爱了啊！不是，连藏都不会藏，我跟他聊天的内容都能听得见。你问他里面有歌吗？他说有歌，有歌。你能不能演一下？综艺节目要有点效果。这跟我对话也对得太顺畅了吧？你，而且接得及时，太及时了。我也没啊，什么？有歌。哎呀，你这，哎呀。太气人了！他那会儿我也不知道说有歌对还是没歌对，我说没歌是不是也不对？真有歌！答案是什么？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好，十个字啊！嗯，花花，你把正确答案说出来。不对吗？啊？怎么还有反转啊？反转了！道歉有用的话，还要捕头干嘛？啊，捕头，捕头，我们就错了俩字儿，再加上你们都听得很清楚，道理应该一个字儿不错。按说是啊，我这个确实声调大了。你们好意思要吗？这分儿？哎，所以说这个君子游戏啊，很好，为你们鼓掌。别鼓什么掌，分儿我们是要的。哪好意思呀？怎么了？上一局啊，因为王牌家族呢听到了内容啊，所以不积分。两队重新开启新一轮的比拼，现在两队分别为对方出题。这次你们就来那个吧，猜猜谁听着了？我们这轮有耳塞啊，给他们上耳塞是吧？耳塞加上。我想问问，耳塞是才拿出来呢？怎么？上一轮防止你们听见。哎呀。哎呦我这次开上五环。腾哥好像听不见，这个是真听不见了。现在杨迪正在出题。妈呀，落杨迪手了。好了，来，你拿过来给大家看看。给大家看看，大家演起来。演起来。转过去。
写了个什么？花花在华山画黄花，好厉害。这个复杂，这个难，我这个巨难，这个很难猜到的，我照着念都费劲。嗯，去吧啊，拿下去。来，传递开始。花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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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花花看，在看，在看。花花在，花花在华山，华山，华山，花花在晚上，在华山，在华山，华山，华山，画黄黄花，黄花好厉害。花花，花花在华山，黄花好厉害，华山。哎呦我去！你好厉害！我，花花在华山。嗯，开始了吗？开始了。花花，花花，堂哥，哦哦，花花，花花在华山，华山。花花在画画，画的是山。还有花，还有花。还有花，还有花，还有花，对对对对。五环，五环，这是五环，五环，什么都不管，我现在就上五环。哎，好疼啊！这个。笑。花花，花花。换歌了，听不着了。中间正好没声儿那口山画山画展画的是那个山画展山山对画山还有那个怎么的了嗯还有什么来着你还转过去问前面是什么来着花花在画画、花花在画画花花在画画画的山画山对哎呀，腾哥！你叫什么名字？一个。你叫什么名字？一。你。我叫什么名字？你说呀你。我名我还要问你呀？你叫什么名字？我。嗯。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名字？我叫华生。小明。嗯啊，小明，绕太多弯。哎，这不也聊上了吗？小明。哎，什么？哎，呀，他能问我问题吗？这么简单的事儿。好，不能再说了啊！场上除了花花之外都不能出声啊！哎，咋的了？咋的了？花花摘耳机，好，最后的答案是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小明。小明，他叫小明。他叫小明。干得漂亮。小明是谁呢？小明应该是张姐的弟弟吧。花花竟然还记得张姐。这样，你听一下最终的正确答案。花花在华山画黄花，真厉害，好厉害啊，好厉害！你自己听听。你，哥，你怎么问我问题啊？这个游戏不是问问题、啊。我想着，我说你自己总该自己叫啥，知道吧？我听不见你说的。好，来，换一下，该你们出题了。好，想一个男的。哎，佑宁第一个，啊有，有就看你的，好好好，佑宁，考验你普通话的时候到了，好嘞，我待会都讲闽南话了、妈妈骂马，行，
写作文啊，他们肯定很刁钻。你看沈腾哥笑的还拍巴掌了都。好，写好了，录好了啊，耳机都戴上了，撞过去。好，可以，去吧，黄黄。妈妈弹马。妈妈骂骂马。妈妈，这样。妈妈骂马，马慢，妈妈骂马。马很纳闷，骂我干啥？好，来传递开始。妈妈，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妈妈，妈妈，骂马，骂马，妈妈骂我，马马。马，妈妈骂马，妈妈骂马，妈妈骂马，马慢马慢，妈妈骂马，妈妈骂马，嗯，马跑掉 ，OK， 就这样子是不是？OK，No problem， 骂骂我干啥？马，张老师，蛋很大。来，妈妈，花花花又花花，妈妈，啊妈妈，妈妈骂马，妈妈打马，不是打马，是骂马，爸爸打妈妈，不是，妈妈，妈妈，骂。骂马，妈妈，妈妈骂马啊，马慢，把妹，不是妈妈骂马，马慢，生个蛋，生个蛋，妈妈生个蛋，对对对，妈妈骂，骂马，妈妈骂马，马，妈妈骂马背，生个蛋。生了个蛋，马生蛋。Oh no！ 妈妈骂马，马生蛋。哎，妈妈爸爸把生蛋蛋蛋生蛋，就这样吧，我也不知道了。有马生蛋啊？对，有马生蛋。你们怎么乱写呢？妈妈，马，妈妈骂马，妈妈骂马对吗？妈妈，马，妈妈骂马，马，他说对不对？他也听不着，你这这副耳机还没摘呢。爸爸，你摘了，对不对？他不知道。妈妈，爸爸把蛋生。妈妈骂马，马很带劲，什么东西？哎，就差不多吧，你这意思。我已经累了。好，答案是什么？看那口型像妈妈骂马，马很带劲，我就是这样啊。那叫妈妈骂马，马很得劲儿，得劲儿。他跟我说妈妈爸爸把蛋生。我没说这个。又是杨迪是吧？张老师，你没说生蛋吗？ 我以为说妈妈骂马，马慢，马生蛋。肯定，你看张老师说了生蛋。 我想说你们都猜出妈妈骂马了，后面很自然的可以接下去啊。马慢，妈妈骂马，马很纳闷，骂我干啥？什么烂词儿？谁写的题？你一听这口纳闷和干啥，不就腾哥？最后答对的是五个字儿。好了，这轮比赛结束了，最终获胜的是我们的都挺好队。这样，王牌家族既然输了，就要服输，接受一个惩罚。那就是你们当中有一位啊，要接受杨迪提出的要求，选一个，花花呗，选我。大家都到台上来啊，愿赌服输嘛，对吧？
这是对王牌家族的惩罚。我不是很会模仿蜥蜴吗？你来搞一个。那个就是有一个人走在路上，突然看到有只蜥蜴，然后四川话说抓住了，就是逮到了，逮到了，逮到了，抓住了就是逮到了，逮到了，逮到了。好，大概是这样，好吧？不得要就惩罚嘛，挑战一点，惩罚走起来。先是正常走，这是早发现了这。可以，非常好。脑瓜嗡一下子吧。哎，让你听一下这是什么歌，让观众也了解一下，好不好？哎呦，这，好简单啊！太简单了。好了吗？传递开始。抓眼，你用我的眼睁开了双眼。我借我一双眼睛，让我把这温柔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你是我的眼。你是我的眼。你用我的眼上下，我去查视力，视力，俺听不懂啊！别挡门，别挡门啊！你是我的眼。好，下一方传递开始。他又挤你一下，你明白了？对。OK。给我吧。在啊 OK 彻底乱了。谢谢。哎，刷个哈。给我给我你的眼睛，然后等一下视力表啊，要输了他们，怎么能猜到？这个猜不到了，猜不到了。动，你看，你看，最后一棒。咋了？你怎么了？什么玩意儿？什么？应该是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把你的眼睛给我。把你的眼睛给我。这么重口味的歌啊！然后还有这三个是什么？这什么？有这首这什么歌啊？这歌猜歌名啊？好，小童，画画已经不能再演了。什么？小童，告诉我这首歌的名字是什么？把你的眼睛给我。还有这个吗？哦，你是我的眼。这么简单就好了。你是我的眼。对，我同对了。差不多了，解释得非常好。如果这个猜不对，只能说第一棒太烂。可关键就是这句话呀。对，我想你是我的眼，在我里面。猜不到。以最后答案是，你是我的眼。你是我的眼，我们直接给你听一下那首歌，你就知道了。来，放一下。Oh no！ 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这个是娜姐的歌。借我一双慧眼吧，你指我一下不就行了吗？那耍赖了吗？哎呀，我让你耍赖，我不是没想到吗？我这么爱耍赖的人，我就想知道这是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给我演一个。来，赢！我们先掌声谢谢这位美国的朋友，谢谢。
对，谢谢你们，王牌家族队这一题挑战失败，来两队互换。哎，这个有点难。太像你是我的眼。请，我们走吧。好，请戴上耳机。来，有请狒狒。OK， 听一下好不好？好。我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哎，我应该在车哪里啊？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只能有拟声词，不能说话啊。OK， 好，好，准备好了。在车底，传递开始。这么长时间？从头。我应该在车底，我应该在车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从头，从头。别说伟霆演的真不错，我已经忘了刚才歌是什么了。后边的板可以往前推了。OK， 演得不错，演得不错。快快，老姐，第一个动作学啊。开车，啊，加档，上档，转一圈，躺在地下，啊，死了，死了，毁容了，是毁容了吗？接下来传递，娜姐，请朝后，不能再看了。对。啊！吐！啊！这还好，玲花在最后还不好演呢。啊啊！撞撞撞！啊！断！啊！死了，死没死我不知道，反正啊啊二二还二二，不是你哪有这歌？我学的是这个。死了，死了都要爱，好棒啊！竟然猜对了，猜对了，什么歌？啦啦啦。这么通俗的一个歌名吗？原版的是怎么比划的呀？开着车，打着档，啊，车门出去，出去了，倒在，啊，到车底下去了，啊，阿杜的歌，哇，哎，啊，阿杜的歌，阿杜的歌，哎呀，你们不能再耍赖。本来就不是歌手，我们不但不是歌手，我们中间还有个外国人。阿杜最火的是歌名是什么？我躲在这里，对对，哒哒哒滴哒，我躲在这里，他一定很爱你，是吗？不应该在这里，看见你们有多甜蜜。但这题不能算对，你们前面提示了阿杜，提示了是哪首歌，还疯了。这个肯定算啊，那咱认了，咱输就输吧，没事，随败犹荣。看过我们这个节目吧？知道我们什么品行吧？明白了，都不能提醒。答对了也没分。有请狒狒拿上这轮的歌词。哦，这个还好，但演啊得演歌词儿。琢磨琢磨怎么演。行吧，好，来，观众朋友听一下，要演绎的是哪首歌？
一友。哎呀，好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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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这你再演不出来，哎呀，我真演不出来。来吧，来吧，来吧，传递开始。那你那个嘴型别在那叨咕啊！是这样的，放弃了。爱怎么样怎么样？哇！啊！哇！啊！撒撒，转着左三圈，左三圈右三圈，哇！左三圈右三圈，哦，竟然猜对了！厉害厉害厉害！好棒啊，好棒，娜姐，厉害厉害！警校传递，这什么东西？你这个爱的那种啊，转的那，娜姐。娜姐有魔力的，娜姐门关了，有魔力的，娜姐后面门关上了，门关了，娜姐，娜姐后面门关上了，门关了，转圈圈，快快快，哈哈哈这个是什么魔力似的感觉？波浪，然后转圈是吗？转圈，爱的河里转圈圈，你就那个，啊，啊啊心。这转圈儿，就是你。嗯，哎，娜姐这个办法好，下来演，跟门都不产生关系。娜姐聪明啊，这门是关不住你了，娜姐。就还有个这个，完了以后各种转圈之后，这么一个，哎对。啥歌？我你自己看吧。What？ 爱情三十六计。爱这叫心，变成心了。时间到，曾毅请上前，你先给一个答案吧。爱情三十六计。哇，天哪，真的说出来了，真说出来了，我的妈呀，太厉害了，看来是不对了。谁啊谁啊？你表演一个。看看啊。这个就是魔力嘛，开始发功了。这什么省了那么多动作啊？是浪花吗？转，是不是我的歌？对。啊，最老的那一首，你才最老呢。你说谁会说你的呀？我说的是最老的那首歌，不玩了，终于打起来了。知道了，知道了，这个确实不是娜姐最老的歌。这俩，这咱俩咱仨还是同行呢，以后你们我不跟你们混了。哪有刨咱自己的活？这是去年刚打榜的歌。去年？对呀、啊。好，我们让。曾毅给一遍最后的答案，山不转水在转，回答是错误的。啊，正确答案山不转水转，就多了一个字儿。今天晚上完全就是歌手之间跑火。那我说了最老那首歌说对了，就您知道我最老，你也不能说话呀。我说的是这一首歌是老歌。是的，傻孩子，不说了。来，两队互换一下。来，王牌家族队有请。来，让我们请出这一轮加入王牌家族队的观众朋友，欢迎他。Oh my God, unbelievable！ 还能找得更远一点吗？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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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高啊！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 Jordan，
我的中国的名字是乔丹，是乔的是吧？乔的啊，乔的，乔的，乔丹。好，欢迎你啊！你是第三棒，表演出来好吗？好，来。哎呀，大拉倒吧！好，来看看这轮你的题目啊！来，有请王牌先生。哎呦，哎呦，哦哦，你的眼，你熬啥？这个好演吗？觉得？但这个，我觉得腾哥是不是没听过这首歌？就超越了他的年龄范畴。对。好，我们让观众来听一下，这首歌是什么？我是壁虎的戴文字，你是蝴蝶翩翩飞。黄立文啊，不是不是，汤伟博。演出来哦，准备好了吗？好，挑战开始。运动，开始演了。哦，刚刚那个是什么呀？把尾巴砍了。哦。啊。你知道这是什么？我知道这是什么，这是歌啊。你把这个，我演出来是不是？好。Hello。Hello。Hello。好好好好。Yo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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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chicken out， chicken out。要 chicken out， chicken out。你都不知道啥，你给人家 OK 啥？有本事！还有伸舌头吗？又拉又拔去。最后一棒，把腰给击断了。这能猜得出来？哎呦！哎，知道吗？哎呦！知道吗？知道吗？那个什么？壁虎漫步。哎呦喂！什么呀？这是什么呀？壁虎漫步。我不会唱。但我看我哥这个断尾巴吗？然后有一个壁虎贴墙上。说实话，我这真没按壁虎演啊。你按啥演的？感觉像被壁咚了那种。那我想问一下，你把人壁咚了，你跟谁显呢？好，这题王牌家族队回答正确。耶、yeah ！厉害厉害厉害！我们谢谢这一轮参与的观众朋友，来两队互换一下。这个赢得非常的令我们幸福，真的，第一棒也好，然后小童传达的也好，你这个壁咚也壁得好。我总觉得娜姐好像特别想到我们这一队来，全程都在向我们这一队示好。你应该来我们这队，花花你是我们队才对。哎，对哦，我有一种，不行，我是王牌的人。歌手专场，歌手队难度要升级，王牌家族队出题，看歌手队能否答对。
我们在找什么歌也难不住你们啊，找一很老的歌是吧？娜姐，我要求低吧，我演得比较具象，那死得更惨。哎呀，歌手圈内讧了。咱俩谁在第二？哎，你二，赶紧过来。您在中间，您在中间。这别写，大家都听过的。是一个拉子之歌。啦啦啦啦！追谱的吧？我在追谱。你光写拉，他们不知道旋律；你要写那个，他们才知道。啦啦啦啦！来，谁上来给题目，并且给出示范唱？腾哥，去吧，这儿呢。啊，这儿就你这个。这护的严实的呀。不用呼，他们也猜不出来。对。你示范唱一下。你知道歌吗？我不知道啊。啊呀啦！追捕，追捕，追捕，追捕。行，演吧。这怎么演啊？啊呀，啊呀啦，啦啦啦啦。走了。嘚瑟的。走了。嘚瑟劲。传递开始。时间到，请向后传递。哎，向娜姐传递。哎呀，哎呀，哎呀，玲花，你行的，没问题。哎呦，还没问题，人已经演半天了，以为没开始呢，娜姐。拉，这样子啊，完了以后拉扯啊，完了以后把他的手，啊、手完了以后剁掉。出来了，哎，曾毅，这样，然后，娜姐，请向后传递。拉扯，嗯，他反正拉着我的手来回拉了两下，就啊，之后跑下去把他的手拿完了之后，两个手。娜姐又不管后面的人。娜姐，莲花，你们中间有门吗？有啊，有门啊，我以为没门呢。娜姐，不就是没了吗？现在有门了，开错门了吗？他刚才是这样了。不，有一次机会吗？我看不到，连一次机会都没有。我连演的机会都没了。苍天啊，这什么节目这是啊？你请问是哪首歌？这就可以了。我问的都揪心呐、啊。可以啊，歌名两字。逃跑。追捕呵，我想问一下台上的人，有人会唱追捕吗？啊，这样如果没有人的话，这整个现在我们所有人都把他孤立了。啊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啊呀啦，没听过啦啦啦。歌名叫啥来着？追捕、啊、叫追捕，又叫追捕吗？我不知道，但是其实是你不知道你说什么题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选这首歌。你妈没说对啊！谢谢。这样，我站在一个公平的角度，如果此刻能给出这首歌的正确中文歌名的话，对，我马上宣判他们错。如果给不出，那这道题他们无从作答呀。你
张涵予唱过这个歌。你看中文歌，他中文歌名是什么？张涵予，好的，是吧？王牌家族队给不出中文歌名，所以这道题全民歌手队胜。出了题没给出正确歌名，白出了。聪明宝贝，聪明我。没想到吧，咱以前也没经历过呀。传声筒环节，两队打平。我们的这个跑男家族会面对的是哪个精彩片段？请看。看来我是时候展示一下一个优秀门将扎实的基本功。腾哥，那是腾哥，胖的时候吧，可能是。这咋演呢？我其实要展示的是守门员脱手后的第二反应，这时候对方球员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抬脚进行补射，而我则会仰仗我的臀大肌，大腿外侧肌肉出色的爆发力，将身体腾一下子弹起进行再次扑救。你们看啊，是这样啊，一般的护法太不容易了。演准备好传递开始。看来我是时候展示一下一个优秀门将扎实的基本功。扎实的基本功。其实我要展示的是守门员脱手后的第二反应，对方球员一定会抬脚进行补射，而我则会仰仗我的臀大肌出色的爆发力，将身体腾一下子的弹起进行再次补救。你们看，就是这样。怎么办？ OK， 地板有点滑，地板有点滑。哎，等一下哥，我有一个基本功。你还在基本功？基本功是第二句。不是，臀大肌，臀大肌，还有大腿外侧优秀的爆发力。OK， 然后腾下了弹起，你看就像这样。OK， 别弹。然后地板有点滑。OK， 地板有点滑。对。OK， 要演出来啊，演出来啊。好。来，姐。怎么了？我有一个基本功。看来我是时候展示一下一个优秀门将扎实的基本功。我有一个基本功，很扎实。很扎实，记住守门，然后臀大肌，臀大肌，大臀肌，大臀，然后地很滑。我知道了，西红柿首富。没有了吗？应该没错的。可以，行了。我有一个基本功，很扎实。你看，我有一个基本功，很扎实。摘耳机啊！没摘耳机。我有一个基本功。我有这个一个不？基本功很扎实。地板快焊倒了。守门。守门。嘿。腿肌，大脚肌，臭肌，还等等等等，什么情况？大腿肌，大脚肌，大舅妈，哪来的大舅妈？闭口吗？不许打了！怎么表现力真强，真爱表现。我跟你们说啊，到我这儿真的垮了，我一个字都没有听懂。他没说字儿，他其实。不跟你说了吗，大舅妈？这起码对了三个字吧，大舅妈对的。台词。大舅妈，你好吗？大舅妈，大舅妈，还好吗？还好吗？不许打了！
知道了？不是啊？什么腿长吗？哎，等一下，这位热心观众是王牌队王牌队派过来的吧？他是奔跑吧的热心观众。就真的是因为这位观众啊，虽然很努力的在传递，但是台词儿没传递过来，动作演绎比较到位。这个确实太难为你了，表现还可以，非常努力，掌声送给这位观众朋友。谢谢。好，接下来开始正式进入下一部分的传声筒，来，王牌家族，请。好，请戴上耳机，有请王牌先生拿上这轮的台词，我们看一下花花要演的是哪段，请看。片段，小三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图的就是两年以后你人没了，房子归他。胡说八道！他爱你什么？他凭什么要跟你结婚？结婚房产本是要改他的名字，这不是摆明了要骗你吗？干嘛？谁说我骗你？你闭嘴！宋明成，你让开，咱们走。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好长啊！花花要把那个劲儿都演出来啊，是大强的那种对于爱情的坚决。好了，好，传递开始。三个人。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那他图你什么？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图的就是两年以后你人没了，房子归他。胡说八道！他爱你什么？他凭什么要跟你结婚？结婚房产本就要改他的名字，这不是摆明了要骗你吗？我干嘛？谁说我骗？你闭嘴！你闭嘴！孙成，你让开，咱们走。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我觉得能记住十个字就已经赢了。对，这太难了。讲述了我们俩的爱情故事。讲述了我们俩爱情故事。这句不是。我一共记超不过三句，你给我讲一句没用的。哎呦，一句都忘了，我靠！啊，这么快就忘了？苏大强、苏明成和蔡根花宝贝仨人啊，那个您不能阻止我们结婚，不是？他爱你什么呀？他是就是想霸占你的房产，谁说的？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大概就这些吧。你再说一遍。那等会儿腾哥让我再说一遍。哎呀，真吹不动啊，真的。就是，他图你什么呀？啊，图你岁数大，不爱洗澡，就等你死了以后，然后把那个房产证改成他自己的名字，就独占房产，大概这些嘛。来，下一棒。还在那凹造型呢啊！加时间啊，嗯。演吗？至于这样的吗？那个，嗯。三个人啊，前一阵特别火的那个一个电视剧，苏大强，都挺好，我就想跟他结婚，嫁给他。你跟他结婚，你图他什么呀？啊？图你什么？你是身体好啊，还是能有钱能洗澡啊？有钱能洗澡啊？你不就有一套房子吗？你知道吗？他就等你死呢，等你死之后，他摆明先写里面，完了之后你死了之后，房子就成他的了。你觉得他是真爱你吗？他就为你那套房子，你自己心里有点数，好吧？结不结婚你自己看着办。你结不结婚你自己看着办。都挺好。嗯。三个人。嗯。然后那个郭京飞那集知道吧？就是他爸要跟那个小保姆要结婚那个。蔡根花，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他就图你套房子，他就为了让你早点死，最后图你套房子，他就为了让你早点死，最后图你套房子。他不就是为了要你房子吗？对吧？你说你长这么大岁数图你啥？是图你老啊？图你漂亮？图你帅啊？是不是？当爹的没个正形一天。完了，那基本上这些。
真有这集吗？对对对，有这集。啊、我看了好几遍了。真的。好。表弟的水准跟表哥也差不了多少。多少台词？小童，请讲。小童发挥一下想象力，这是三个人在吵架。三个人。三个人。我不许你跟蔡根花小宝贝在一起，蔡根花小宝贝就拖套房，我就愿意给蔡根花小宝贝一套房。你除了房，你什么都没有。你那么丑又老又穷，你就有套房，你个老不正经的。说成另一场戏了，写了个剧本，一共对八个字。为什么呀？把你我他还仨呢。表弟。你在王牌的演艺生涯终止了，都不记词吗？来，接下来有请跑男家族队。我们这一次最后一棒谁？让我们掌声有请出跑男的好兄弟张殿伦，欢迎他。哎呀，凯凯的好同学，欢迎殿伦啊！大家好，我是张殿伦，是凯凯的同学，哪会儿的同学呀、啊？大学，大学啊，对，来，我们请殿伦到第五棒来，请，加油，传达的准确一点，你不看看我前面是谁？哦，来，请戴上耳机，有请王牌先生，有不少啊，哇，那么多词，请看片段。天哪！来，传递，开始。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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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宝宝在哪里啊？他们抢走了我的孩子，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你叫你妈怎么办呢？可云，玉珍，把绳子给我，我们快把他绑起来。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啊？这里有好多坏人要绑我。坏人要什么？要绑我。绑我啊。可云，爸爸在这儿。可云。对，爸爸是有的。对，先是三个宝宝，宝宝宝宝宝宝，这个算几个字？一个字。你先听我说，宝宝宝宝宝宝，我的宝宝在哪里？我的宝宝在哪里？他们抢走了宝，已经十个了。把我的孩子还给我。把我的孩子还给我。可云。可云，爸爸。你叫妈怎么办呢？可云。你叫妈怎么办？可云。玉珍，把绳子给我。好多呀、啊，玉珍，把绳子。我爸爸，啊，我不是我的爸爸，是我的宝宝，对不起，好，我的宝宝。宝宝，爸爸，可云，你都记住了吗？爸爸，宝宝，宝宝，可云，可云。他们把我的孩子抢走了，他们把我的孩子抢走了，快把我的孩子抢回来。OK， 啊，爸爸帮我抢回来。不是把你抢，把我的孩子抢走了，走了，把我的孩子抢回来。好，他们要绑我，他们要绑我。对，爸爸，可云，宝宝，好，别闹。爸爸，爸爸，啊？这么客气。不是，等一下，爸爸，宝宝，啊，他们抢走我的宝宝，快点把他抢回来。宝宝，爸爸，马云，嗯，马云，那什么，那叫什么？马云，马云，我出来了。马，等一下，你们什么云？啊，刚刚那个云，对，什么云？他们要抢，我的宝宝要走了，不是，他们要抢我的宝宝。抢你宝宝，快点把宝宝怎么办呢？他们要绑我，然后呢？最后一棒，你这叫什么云啊？可以了，已经很多了。爸爸，宝宝，马云，什么云？宝云和宝宝要抢我的宝宝，不是爸爸，他们和宝云要抢我的宝宝，完了，不光抢我宝宝，还要把我绑起来。时间到啦！啊，来，电轮到前面来。来，台词是什么呢？我只知道宝云的爸爸和
和宝云的宝宝要抢我的宝宝，这是个绕口令。说再接着说，再接着说。如果要抢走了宝云的宝宝，如果再拿回来的话，那宝云的妈妈怎么办？宝云是谁呀？马云。马云有点大。确定吗？朋友，朋友，你不要再给我暗示了。最后，13个字儿，这么多呢？这么多？13个？哇！很厉害了。这一出题是咱们获胜了啊！我们谢谢辩论，谢谢。这个寝室里同学还是靠得住的，靠住，靠，比表弟靠谱多了，靠谱，靠谱。我们两队互换一下位置，玩法升级。第二轮，两队合作来参与我们的传声筒。四个隔间呢，两队 ABAB 交替站立，最后一间两队各派一个人，哪队先猜出来词语哪队得分。来，请两队派人出战。走。最后一格是陈哥和贾玲，我哥站得下吗？问一下。挤一挤，挤一挤。好，请戴上耳机。有请王牌先生把这轮的词拿上来，顺便给现场观众也看一下。抱怨。想一想。螳螂啥样的？对对对。蚕呢？挑战开始。怎么着？几个字？8个字。8个字这么多？是一个动物吗？一个动物。可以出声音啊，拟声。这公鸡，公鸡。这是什么？怎么就真的演出了一只鸡？这个是什么？鸭子。鸭子。这是鸭子。Flamingo。Flamingo 是什么玩意儿？8个字，经常用的8个字。经常用的8个字，成语吗？蛇鼠同行，蛇鼠一窝，鸡飞狗跳，公鸡、斗鸡、鸟。哎呀，不是我蹦不动了。来，向后传递。8个字，我也没猜到。哎呀，我想起来了啊，不，那螳螂犬吗？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没了，就这些。一直都是这样，8个字。Please。8个字啊，这么长。鸭子，这是什么鸭子？然后，哎，小鸭子。哎，好像是啊。小鸭。小鸭子嘎嘎嘎。哎，小鸭子长大了，是吗？对，然后就是这个小鸭子长大了，变成大鸭子，好像是啊。小鸭，真的吗？两个动作，8个字，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唐老鸭和米老鼠，8个字。嘎啊，8个字，8个字，嘎嘎嘎嘎嘎，成语。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你们都已经放弃观看了，门都没关上，俩人主动就出来，就不想看了。只有第一棒的人知道。是那个蝉什么？螳螂和蝉，蝉雀交锋。都不知道吗？8个字。丑小鸭和白天鹅。那也是7个字，这8个字的。丑小鸭们和白天鹅。中间演的基本上就没有传递出来那个意思，因为从第二棒就没有获得，对，已经歪了是吧？对，真的，我第二棒都完全没猜到。恒哥再演一遍好不好？来，不，那螳螂犬。哎呦，站着就这么娘。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虎鹤双行，
八个字经常用的。贼眉鼠眼。大鹏展翅。孔雀开屏。八个字是连在一起的。八个字连在一起。对。猴拳。蛇。中华武器。要不我给你演。你演吧。我给你演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回答正确。这是默契。哇，螳螂是这样的。你这什么呀，这是嘎嘎。我对你失望透了。腾哥，腾哥，就描述一下，就是自己辛苦的演了那么多回，和 baby 的一个动作，就被此时此刻的心理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开了眼了，死也想不到这是螳螂。你这是小龙虾呀？螳螂全是这样的呀？咱也不知道啊，那咱。好了，这题啊，华南队暂时领先。baby， 我对你太失望了。来，最后一题，最后是花花和 baby。腾哥，我现在对你的那个传声啊，我有点怕，满身都不搭边。哪个不搭边？你演那个让我想的都是古诗词啊，什么？哎，这把我得好好弄一把了。合作抢答的最后一题，我们请上题目。哎呦我。我真是哎，特别支持。我们请上题目。哎呦我，我真是哎，哎呦喂，几个字？我先问你，五个字吗？五个字。Angela baby， 哎，好，来，传递，开始。五个字，五个字。睡觉，睡。睡猪，睡猪拔，拽，拉，睡猪拉，睡猪拉鹰，孩叫，啼。奶喝，向后传递。我尽力了。五个字，五个字。我首先我不知道这五个字是啥啊，我只是还原一下。嗯。睡。第三个字是拉，第四个字是抱，第五个呢？没有，没有。有一个可能是词组。来，向后传递。怎么了？笑成那个样子？几个字？五个字。五个字。第一个字。睡。就知道睡。第二个字。猪，小猪佩奇。第三个字是拔。第四个字是我亲爱的宝贝。咋的了？这好像猜对了似的。好，最后一棒。啥？五个字，第一个字睡。怎么全是睡啊？啊！第二个字。第二个字。憨啊憨，哼哼。第三个字是这个拔，拔，不知道是什么啊，就是这个哼拔，嗯，然后第四个是这个哄，这第五个字没演，就大概这意思。一共五个字，八个字，五个字。睡。第一个字是这个，第二个字哼哼，第三个字是拔，汉尼拔，汉尼拔，汉尼拔。
旱地拔葱五个字，但我也不知道这五个字算不算对哈。对，就是郑恺在第一棒自我总结说这个题面是五个字。哇啊！如果你只是看这个题面的话，远不止五个字啊，可以是五个字。睡觉吧，兄弟。凯凯，你再演一下好了。看原版啊，来，抢答哦。压，压按。按住，按住啦 ，baby！ 耶！ Yeah！ 哇！不，但你这个猪跟安吉拉有什么关系啊？安住啦 ，baby！ 安住啦 ，baby！ 好，安住啦 ，baby！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题我没有优势。对，我刚才也是脱口而出。你可拉倒！好了，在这个环节最终获胜的是我们的跑男家族队啊，在这一轮可以抽取一个美妙记忆瞬间的碎片，来，有请王牌先生，来，卢卡斯来，好，我们新人运气好，好，打开给我们看看是几号，哦，可以公布吗？23号，我们看一下23号记忆碎片，哎。我知道了，哎，这不我吗？对呀，这郑恺的下巴，这一口好牙。好，这一轮咱们输了，输了得接受惩罚。这一期的惩罚是什么呢？输的队伍要展示丑照，在节目播出后的2天，由跑男家族换成自己的微博头像。所有人都换成腾哥的不行吗？挨个来问问啊，凯凯想换谁的头像？我觉得，因为毕竟是我的微博嘛，啊，对吧？我还是要让它稍微的美观一点，要挂2天啊。所以像沈腾这种，我是不会选的。有眼光，对，我觉得小童可能还好一点。小童有男朋友的啊。你选小童的对吧？对。就他了，就他了。Baby 选谁的照片挂？我选玲姐吧。好，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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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阿宝是模仿阿宝吗？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我实在没有特别丑的照片，所以他们都找我模仿男生的照片。这个你挂着，别人以为是腾哥呢。接下来是卢卡斯，我选沈腾哥哥。哦，这个好，哎呀，这个好，这个好。哎呀哎呀呀！我终于找到假的丑照了。对，还找这个，这个一石二鸟。那我没得选了，没得选了啊，花花的。哎，这这叫丑照？我觉得这样吧，我们现场拍一张吧。我们就对着哪个机位来做一个表情好了，好不好？可以，非常丑了，非常丑。大家记得到时候到各自的微博上去点赞。接下来呢，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王牌对王牌。